Hi, this is Ken. 我现在人在 LA， 我已经在这边七天了。我们这次来出差，这几天我去环球影城玩，看了喜剧表演，吃了各种美食，路过知名凶杀案的饭店，跟很多人录音，在好莱坞街上被诈骗，还有跟九妹一起在海滩上散步。大家跟着我一起在 LA 探险吧。嗯，要记得我哦。快要十天呢，好久。好吧。你会难过我要去那么久吗？我觉得你过得有点太爽。啊，当然，谢谢，辛苦你了啊，这几天。好啦，拜拜。拜，去拿行李，要开走。好，人超多，我的天哪！知道大家到了没啊？我看到了。你好，你好，你好，谢谢你们。好。哎，大家过来。后面都有夹上六位的过敏需要求。哦，好。耶、yeah, ，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谢谢你们，真的很谢谢，真的很谢谢。因为我今天特别没吃晚餐。我们你也没吃吗？黑手你也没吃。后面是可以洗澡，你要去洗吗？那我也洗个澡。对啊，我就是上次没体验到，这次要把它走一圈啊。我现在在星宇贵宾室的小耳里面，大家看一下这边。多扯，这根本是饭店。然后我因为等一下要飞十几个小时，我想说就在边洗一洗再上飞机吧。海丽，我们可以登机了，走吧。巧克力饼干跟两杯咖啡，多少钱？要33块啊！1000块。这里真的超乱的，就一堆车乱停。是住 Airbnb， 真的好大，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房间。这浴室也超大，到底是怎样？这是一楼的 kitchen。巨无霸冰箱啊，好爽哦、啊！我现在超兴奋的，要去吃 In and Out。我只有在电视上看过，然后从来没有吃过。黑松，你有吃过 In and Out 吗？没有，我看好多 YouTuber 来拍。对啊，人超多的，爆炸。真的很好奇，大家说它很好吃，到底是多好吃？肉很酥脆耶，肉是酥脆的，对吧？咬在嘴巴里是咔吱咔吱耶，哎，有点干耶，我觉得蛮有趣的，我还在理解它的红在哪里。可是黑种呢？爽耶，好像高配版麦当劳。可是这样咬都没有肉汁滴出来呢。肉还比较多一点哦。我现在来超市买 supply， 哇，好久没有逛这种国外超市，天哪！现在常常都叫他送来，有没有？我觉得来美国以后，你这边的 energy 也很高，你在日本的 energy 超低的。因为我对日本食物，也不是食物，就是在日本 in general， 你的 energy 都不会那么开心。因为我喜欢美国的食物。我觉得怀孕会变严重了，因为以前我也很爱吃台湾食物、啊。其实是不是怀孕你的那个以前那样的 style 就可以感觉？我不知道哎、欸，可是我就只想要吃，像我都只吃意大利面、brunch 那些。然后洗澡就要睡觉了。那明天我们要去环球影城。耶，环球影城好。现在是6:17，我们等一下就要出门了。早。我靠，大家都那么早起哦！太期待了。你都没睡吧？我有睡啊。Steven 有睡吗？有啊。Nick 有睡吗？你们都起来了。我睡了。What？ 哎，旁边就有一个卖大麻的店。对。好近哦。走出来就可以买了。我们刚刚花了70块美金来停车，
可是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停最近的。哎、欸，我们在这边居然有免费的水跟点心哎、欸，好酷哦、喔、！Hello, good morning. 好帅哦！我们来到 Universal Studio， 我们先去排队吧。然后他们时间到就会开始慢慢放人进去。我们要进去 Universal Studio 了，耶！兴奋兴奋！好，我们来跟大家讨论一下作战计划。因为我们的入口，在这边。然后侏罗纪公园在很里面，所以我的想法是我们这边直接走的话，就直接先去哈利波特，去坐哈利波特 ride， 然后我们坐完之后再往那侏罗纪公园那边走，弄完之后我们再来去做那个 studio tour 那种东西的，好、哦，然后剩下的话就看怎么样再决定。走走走，耶，进来，走吧，我们开始往哈利波特那边走。我只能说，这个 vlog 发出去，然后跟大家说我们在出差，没人信。嗯、我们出差没有人信过啊。我每次出差看起来都不像在出差。我们都有工作啊。走走走走走走，来，跟着我走，跟着我走。哈利波特，哈利波特。没有人，没有人，快点，快点。哇，好酷哦，超帅的，超酷的 ，Oh my god！ 那你要好，然后就下一个 run， 因为这个太短了，一下就结束了。Hello， unfortunately we are still closed due to technical difficulties. I recommend checking back later. Oh, I see.So no idea around what time, right? Probably not. They haven't given us an estimate. Okay. 好，这他们现在我们想要坐的 ride 出了问题，晚一点再回来。那我们就赶快去侏罗纪公园那边吧。好 ，Go go go go！ 超酷的 ，Krusty Burger， The Simpsons ride。然后就是哎，都没人呢。我们要来侏罗纪公园喽。来，侏罗纪公园这边你看有够空哎，这个是 signature ride， 居然不用排队，好扯哦，根本不用排队哎。他问我们要坐哪一排，我们刚刚说我们要坐第一排，然后可是第一排应该会变超湿的 ，OK 吧？因为你穿防水外套，结果是最对的决定哎。好突然的掉下来，超突然，我以为还会有一点点呢。超湿，超湿哎！哇，哎，这很有 feel 哎！哇，哇，对啊，很不真实哎。那我们现在要来小吃店买食物，给大家看一下价格。一个 churro 要5.99。饼干要3.99，然后冰淇淋就也都是5.99，真的是好硬哦。我们买了两个冰，两根奇拿棒，花了800台币，富豪啊，财富自由的味道如何？我也想要那辐射雨，7个要中4个。We are currently at a 90-minute wait. The Simpsons ride is at a 90-minute wait. We are looking for a present to be in. 4 points. Hit this for 5. There you go. 5. And more. 我中个，我中个。Either a bar, a blinky, or jump. Yeah. Oh my god.
干，我真的有哎、欸！我超开心哎、欸！我以为我不可能有的、欸，比想象中简单哎、欸！我抓到这只鱼了！我抓到这只鱼了！我超开心的。好，大家觉得这次的 Universal Studio 怎么样？很好玩。一到十分，我给八分。八分，我给八点五。其实我觉得有很，我也是给八分，因为我觉得很多 ride 都没有开，然后在那边坏掉，然后想买的东西有一些地方没有。不过因为很早来，一堆 ride 我们都不用排队，现在那些 ride 都要排一百分钟，所以内心非常的爽。对。反正 overall 我觉得 OK 啦，反正很好玩，而且我们其实没有要待到尾巴，我们现在中午差不多两点就离开了，我们要去旁边吃汉堡，好多人。Lunch time， 怎么样？好吃吗？辣椒好。OK 吗？嗯，挺辣的。是 Easy Street Burger， 推荐推荐，好吃。我们现在要来逛美国最贵的超市，叫做 Arrow Home。我买了超少女的饮料，来来来，来喝一口，猜那杯多少钱？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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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好少。很草莓吧？嗯。好，来 ，Steven， 用美金哦，讲美金。刚刚这个多少美金？就。好，来猜这杯多少钱？我觉得它18.21，20啊，我觉得20上下吧。19块，18也一样啊，都差一。大家的价值观都坏掉，这边600块台币。他妈的！其实是蛮好，我认真觉得蛮好喝的。好喝，真的好喝。好喝，真的很好喝，它必须好喝、啊，好喝的应该的这样。还没有。好，我们现在吃完晚餐回来，我现在整个时差大爆炸，可是明天要录百灵果 news， 这个东西还没做，所以我要赶快弄。凯莉说我出国就变工作狂。对啊，都不让人放松。我觉得他就是那一种，其实是、欸、看到别人，他就会不好意思，他就想要多做点事的人。其实你看哦，其实大家都只想睡觉。对，其实我觉得我今天下午把大家拉的，我觉得他们会这么累，跟可能是我害的。他们说你 very very hyper， 不是因为我没有啊，看出国都很开心。他说 no no no， extremely。没有，我们早上出去之后，然后回来啊、午餐我就去找了嘛。嗯所以午餐就拍了一个东西，午餐吃完我就想说不行，这有点太早，可能大家还想要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拉大家去比佛利山庄去那边走一下，然后说好，那我就去逛那个超市，我想逛超市，然后逛了一圈买东西，拍又拍了一个东西，然后再回来，所以我今天拍了至少3到4个东西。OK， 我好像有病。我本来以为你只有去东京会这样，后来发现哦、oh, no， 没有，我就是觉得好像不帮大家计划一些东西，好像大家会无聊之类的。可大家其实都很累，想睡觉了。我没想到你们竟然可以撑到5、6点才回来。我原本想说你们可能2、3点就，毕竟大家年纪都大了，对，吃个饭就可以回来了。对，吃完饭你老公就在车上睡着。对啊。啊，那现在我们就要开始工作，准备明天录音的东西，然后我就要去睡觉了，我没有力气再录 vlog 了，今天就这样子。哎，大家早，今天早上我们大家准备要去吃 brunch， 对不对？那叫 Republic 那间 brunch 看起来蛮漂亮的，可是我们在吃早餐之前，我们一直在狂吃桌上的零食，没有，我也有吃，我也有吃。你要帮我包起来。可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其实就是。美国很干燥，所以这些 chips 开了2天了都不会软掉。也是，对啊。好，我们终于到了我们今天要吃早餐的地方，漂亮漂亮，叫做 Republic。这个是之前好像卓别林跟一个西班牙大师的那个工作室，还是？等一下我看一下细节再跟你分享。很漂亮哎、欸，这边。This is party of eight. Seven. Six. Six. Okay. Oh,
Beaches, oh my god， 那个我一定要吃。我们吃了加 tips， 我给20%嘛，对不对？哦，20%很多哎。这边它最低也是20%。对啊，所以我们吃了200块。你们几个人吃了200块？四个，所以差不多你们两个人100嘛。给我们两个80啊。那差不多，差不多。怎么样，范姐怎么样？而且是酸酸的，味道。对，这边的食物很有水准。那是什么？应该是日本的一些奇怪东西吧。OK。打开。不是紫玉吗？我可以吃你一口吗？当然。你不灵吗？我也要吃你一口。等一下，我先吃个原味的。哇，这个吐司很强哎。超蓬松。哦，很好吃，可是它蛋汁没有那么多哎。对，没那么。嗯，可是很好喝。嗯，不错。Oh my god， 你这看起来超好吃哎。哦。培根牌，好好吃哦！哦，厚培根哎，天哪！他们这种搞不好都是自己创的。哇！凯莉，你怎么吃这么无聊的食物啊？这就是完美食物啊！好健康哦！是完美才会点这种东西。好肥哦，干！那个好，超好吃。你会刀子吗，亲爱的？哦，没有没有。那你切一小块出来。这是改良版的吧？嗯。哦，怎么样？哦。蛋蛋 ，Oh my god，this is fucking this is insane， 真的假的？好好吃哦！等一下啊、哦，东西沾多一点，沾多一点，沾多一点，好像没有沾到。好好吃哦！好好吃哦！范姐，你一定要来吃我这个 shashuka。嗯，那个 shashuka， 我考下，这个是。你这是以色列菜吗？不是，小食牌应该是摩洛哥那边。摩洛哥的哦。沾多一点。好吃啊！你也是浮瓜派的啊！真的蛮好吃的。你看范姐的脸。刚刚吃那个酸咸的，我跟你讲，要哭了。很好吃。范姐要哭。你为什么要哭？差不多都不行了。哇，很好吃，很好吃，很好吃。那我怕不行。那好好吃哎，超好吃的啊，我觉得很好吃哎。好爽，不过你的更好吃。对，这个更那个，对，这个更惊艳。嗯。哎，好吃到我们要加点第二轮的早餐。我们已经吃一万了，我们竟然吃完。我们吃了，我们已经吃了10000块台币，超屌。要在餐厅门口吐了吗？所以你们觉得刚刚的早午餐 OK 吗？非常好 ，OK， 耶，我非常的 OK， 很棒，很棒，很棒，我有的漂亮，对，好吃。好，我继续再找一些出来。好，我们现在在工作，我刚坐在楼上，凯莉在边准备我们等一下要录的 news。现在其实工作效率现在是蛮低的，因为。brunch 吃太饱，我们的血都在胃，没有在大脑。我同一段已经看了三遍。对，我其实现在速度非常慢，然后我现在要来吃点益生菌帮助消化棒了，有没有帮助？我本来想要拍一个在台湾都不舒服，然后来美国吃垃圾食物就会很舒服。没有啊，就到最后他拍了一片，全部是我吃完垃圾食物后再吐。你很多在吐的啊，今天。大家，我刚刚没拍到，凯莉刚吃完 brunch 在那边吐，我觉得她有吐掉50块的食物吧。辛苦了，谢谢你们，辛苦了，辛苦了。哎，好 chill 哦，很赞呢。我们刚录完 news， 然后现在我们要接着录 KK show， 然后来宾已经到了。Hello， 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在拍 vlog， hello。没有，我只是现在在尝试拍，看会不会剪出来，我不知道，因为这有点长。我们已经录完音，现在要去买菜，晚餐要大家自己煮。决定来 everyone 买熟食。那熟食不知道到底多少钱，买了就知道。
All right. So that will be good. And then we'll have some salmon too. Okay. Everyone chips. Chips 看起来超级厉害的感觉。是吗？好好好，范姐说买 Everyone 的 chips。因为这看起来像那个现炸的。好好。这样多少？已经多少钱了？哇，我们还在不停的，已经1万块了。哦 ，OK， 还可以啦，这么多人。1万块在台湾是可以办多。对。在超市买了1万块的熟食。超市两万块。好屌哦，超多。现在是早上4:45，我时差我已经3点起来，到现在还没睡。这次的时差蛮严重的，不知道怎么办。决定去吃个早餐，今天雨蛮大的啊，不知道要做什么好。Nick 在做早餐给范姐跟凯莉吃。哇，辛拉面。这很好吃哎，加一点点牛奶很厉害，牛奶很正哎，真的很正哎。要想看你对妈妈是什么样子，我也没有办法想象，所以才会有一点 panic。看你，你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你现在这样吗？我觉得他我可以，他我真的吗？只是比我想象的再多一点，但是我可以没有，我可以讲，我很 surprise 你这么严重，真的用严重这个字，我身边有这样的人，我身边很多爸妈，你是第一个这么。对，我没有。I swear to God， 我真的，我以前一定小的时候一定Ivy 应该会是那个很就是，然后你因为在外面要很忙这样子，所以 Ivy has to be the main caretaker， 这样子。他还是 main caretaker 啊，是没有错。如果我闲着没事，我一定是在家，然后我一定是在那边陪着。可是他们可以想象啊，因为他们很想要小孩，而且他其实很喜欢。我之前看到别人的小孩，我不会特别喜欢你抱，因为我会觉得是别人的小孩。Yeah， 而且你们家没有小动物，对不对？没有。对啊，所以他们家没有狗，所以我以前就一直很难想象说你会对小孩这样。真的吗？像你们家我就是一个指标啊。像你们家我就知道你们家那一口很严重。我也觉得他会一直跟狗讲话。对啊，而且我也觉得他会很严重。他会很严重，我觉得要女生才会很严重，男生可能好一点。我觉得他应该很严重性，我觉得他都很严重。男生他就是他3个月就专去打篮球了，所以他看你这样，他可能他也在 panic。我觉得他应该也会 panic。其实我真的觉得 Ivy 比我想象中，我觉得很厉害，我觉得很厉害 ，respect。他就是很有耐性嘛，超哦 100%， 我整个就是觉得好强。因为有几次我自己都会就是啊，然后他就会对我生气，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妹妹？他本来就是婴儿，什么都不知道啊，就是你要有耐心。可是我，然后我真的看到他，就是 frustrated， right？ 对，我就 frustrated， 说为什么我该做的都做了，他还在不开心或在哭。可是 Ivy 就是 Ivy 把他对你的耐心全部都放到小孩身上。对，我觉得，可是就是觉得说他真的很棒。我觉得他，然后 Ivy 是他就又不像你这样会去做很多 research 的，就过度。他其实。就会看一些妈妈社团， okay， 然后一些东西。就正常 research， 正常 research， 不会像我是我觉得有点，有 overload， 然后就 panic。我觉得太多可能也不大。对，我觉得太多不大。太多也不大。上车，上车，上车，上车。好冷哦！啊，走走走，我们去买咖啡。我想要去 Blue Bottles。到底在哪里嘞？好像很厉害，这个面包店。哎、欸，看起来好酷哦！要。哇，这是有 brunch 吗？现在这边饼干都是这种价格。哎、欸，这看起来好好吃哦。这饼干没有贵啊。Hi, good morning. Hi, can I get a honey croissant, a chocolate croissant, and an apple? Yo, hey, good morning, guys. Good morning. We're from Taiwan. Oh, really? Oh, wow. Just here visiting. Taiwan. Did you see the movie A Brighter Summer Day? Brighter Summer Day? No,
I think it's a different title in Taiwan. But, this is so cute. This is, this looks so fancy for my croissants. This is awesome. So cute.交给你了。这个好可爱哦，这个很可爱，连我都觉得很可爱。我的雷达在尖叫。你的雷达很准哎。这家店好可爱哦，这家叫做 Bianca。他要跟你要试卷。Oh, brighter summer day. Oh, oh, I see. Yeah, I got that Guilin Jian.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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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t's really famous. Yeah. Oh, wow. Thank you. So oh my God, I can't believe you watched. Yeah, I can't believe you watched the Egyptian movie theater in Hollywood. Oh wow. They had it there one day. They were recording. Yeah, so it's a very good movie. I really. Oh, wow. So cool. Thank you. Thank you. Nice to meet you. Sorry.Blue Bottle 看到了，在这边。我觉得在这边要过得很舒服，我觉得年薪至少$200,000。要真的很舒服，就不用一直想我今天不要去吃这个。就是说，我想要去哪里买菜，我不用想太多。但就不可能每餐都是 Aaron， 可是就是我们这几天的 lifestyle。要舒服，然后还有一些钱多的。每天都活得像光客。对。那应该就是台湾三倍吧，我觉得挺好的。20万，就是月薪台币200,000。月薪200万，其实可以过，你没有加累的话是很舒服的过。边年薪20，我是600。600万，所以就3倍啊。哦。我以为它是脆的。啊，比较软。比较软。我这个也比较软，不是脆的。那是蛮好吃的。好吃啦，可是、不是脆脆，对，所以昨天的比较好，那我吃吃看，蛮好吃的，巧克力，巧克力好吃。工作到一个段落，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餐，可是我好饱。我觉得来 LA 到现在我还没有真的饿过，有点不知道在干嘛，这次不知道胖几公斤。好，我们现在来吃午餐，是长得超美式的一个 diner， 这是连锁的样子，看起来真的很像电影会出现的那种 diner。这真的很像电影会出现的场景哎，喜欢喜欢喜欢，真开心啊！好吃吗？不够脆，不够脆，干 ，sorry， OK 啊，我超饱，你有吃饱吗？超饱，超饱。一群时差的人，然后一直吃东西，到底是在干嘛？哇，百灵果是赚多少可以住这种地方？我们人多啊，大家一起出来，我们没有百灵果是没有赚钱，因为都花掉了。老师，我们下一次可以。嘟嘟妹的 Eric 来了，那我们等一下开始录音喽。然后晚上我们要就去看 Andrew Schultz 的 Comedy Special。好吃吗？好，我们现在终于到这个 stadium， 超大的耶，好酷哦，好兴奋哦， yeah! 对吧？我整个人醒了耶，我刚在车上睡了一下，好开心哦。哇，这个有点大。Alright, fuck it, one more choke and then release. One more.范姐，你觉得怎么样？哦 ，super， 我也哭哎、欸，我也是哭哎、欸，从那个打手枪那里笑到哭的。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懂吗？真的超好看的，尤其是他这个主题都是在讲生小孩啊，然后他们去做人工啊，然后我一边听就觉得啊超有感，然后旁边凯莉就狂哭。然后他最后那影片小孩生出来，我也开始狂哭，黑手都看到我在擦眼泪嘛，我都忍不住一直滴，超有感，而且真的可能更有感呐。对，可是真的就是今天全部聊过的东西都出现了，真的是，呀，真的很好看。我刚刚很好笑，没有冷。谢谢，对啊，一起看很好玩啊。好，下次有，如果他还有秀的话，我们再飞来也会看啊。没错，一定要，一定要。又来吃晚餐喽！吃晚餐，吃晚餐。
打勾给我。Thank you。打完再发给高手。是哦。好了。好吃，好喝，随便拿都会满出来。对啊。现在是早上7点，这是我来 LA 后睡最好的一天。今天天气好像比较好，我们去喝咖啡。哦，好漂亮哦。在照的。哇哦 ，Oh my god， 应该不错，对，就点小的就好了。Blueberry Earl Grey 看起来好好吃，蛮好吃的，可是绝对不是冬的，我把它当蛋糕吃的。对，就它就是蛋糕，我就说这个是 cake base 的，蛮好吃的。我们现在要去的 Grove 就是一个很大的购物区块，然后我要去雷朋。嗯、我之前拍那个雷朋开箱，我不知道你们看，就是我在最后还特别说，大家不要把盒子丢掉哦，因为没办法充电。那结果我去新加坡的时候，盒子丢掉。真的很有钱的人住在这边超舒服。知道没？啊，就是这家，大家都在排队。哦，巴西烤肉。对。这家店就是不管你拿多少食物，最后去称重就好了。自助餐，超大的，看起来好好吃哦。Slow cap。Oh yes。Two slices。Oh my god。Yes。Awesome。Thank you。Okay。Thank you very much。我觉得 top sirloin 蛮好吃的，我觉得里面最好吃的就是 top sirloin， 好吃。是这家的那个省钱方式，就是只拿最轻的沙拉，哦，跟肉就好，不要去拿那个汤汤水水的东西。哦，真的。不然的话，那个价格就会不小心跑上去。然后我这一盘吃下来，你看13，看一下，我记得是13块。你现在在 Apple Store 里面，然后我们在排队，等一下要试完。Vision Pro 看起来真的超酷的。好，我刚玩完 Vision Pro， 我觉得我开始懂大家在说很 crazy 的地方是什么。真的就像你说的，是第一代的东西，所以有一些可能眼睛 track 那个，我觉得没有到非常精准。对，那有时候会跑掉。可是我觉得已经很屌。想象未来。对，我懂为什么大家在说看到这个想象未来，那都没有，因为你真的看到未来。对啊，其实我最感动的一点就是那个小朋友吹蜡烛的影片，那个超 3D， 很像现实。对啊，对啊。然后就想到说，因为我刚有小孩嘛，所以就想到说，如果我这些 moment 我都可以用这种技术给记录下来的话，之后就可以用，就回来看。对啊。然后他说，除了用，他说可以用 Vision Pro 录手机也可以，可是要15。15。15我没有买嘛，所以我就等16就好了。在逛 Farmers Market， 其实真的有些东西有便宜到了。这样子 ，each， 所以一盒60块台币而已，这样超便宜的。我们现在要来吃晚餐，这是很多人推荐的 Bestia Pasta， 我们来吃意大利面。That's cool. You know, we have a lot of connections. Okay, they had granola cheese.Me very easy. I'll explain you how it works, okay? We're gonna hold the bone to your mouth, 45 degrees angle. 3, 2, 1. 好爽啊！你要试吗？我不要。Parmesan, of course. Parmesan and tomato sauce and bread.It's so delicious. Wow, it looks so, it smells so good. Yeah. Oh my god. 这两个pasta真的超好吃，比松露的，就松露原本就不错，可是这两个吃了会吓死，超赞。好好吃，好好吃，好烫。哇。
好吃，哦，好烫。OK。我刚跟 Kimmy 说，其实这家的东西很好吃，可是我们都太饱了，所以到最后只能有一些东西要靠口感来分辨它到底好不好吃。我觉得这一点很可惜。其实我超喜欢这种 warehouse， 或者对面那种红砖 loaf 也可以。梦想中的百灵果是要在这种地方的。现在早上六点，我五点就起来了，那不知道干嘛，来运动一下。I heard man when I chat and chit. I come through like what's good, these wigs getting split. Man better breeze and sprint. It's long if I choose to bite down on these pricks. X is a lyrical fool. 前几天跟一个 YouTuber 叫陈老师，然后我们看他录完 Podcast 之后，他发了合照在他自己的 Instagram 上面，然后发现他的受众好像不是很开心。知道有些受众可能是会比较容易激动，我觉得对陈老师也蛮不好意思的。早上八点，我们要去吃早餐。Steven 难得加入，我们要吃早餐呢、欸。我们吃了好多次早餐都没有你、欸。五个。Hi, good morning. Hi, with five people. Five people, gotcha. Think we need an extra table. West side? Oh, sure. Give me one second. West okay, side. West side here. 今天的早餐不小心又很破格了，来看一下大家的早餐。凯莉已经开始吃。好好吃哦，他们的 burrito 很好吃哎，超赞的耶，那个口味的，超多的，对，我觉得这个比较强一点，哪一个比较强？这个，你说我的吗？嗯，对，它食物很赞的，而且真的没有到超贵，你这样吃下120。Thank you very much. It's so delicious. Yeah. Bye. 好吃好吃。快来逛一下 Trader Joe's。我要来买一些腌料，还有重点是它的那个提袋。现在听说提袋非常的夯。那很可爱啊。对。那提袋 Ivy 说，现在大家把它当成爱马仕在抢购一样，我觉得蛮好笑的。来看看，到底有没有？好像蛮不是这些，都没有。没有了，没有那些袋子。Hi, excuse me. I'm just wondering, are there any tote bags available, or they're all sold out? Yeah, like the mini ones. Yeah. Yeah, they're not gonna be back till the fall, and then the big size ones won't be back until May. Oh wow. Okay. Thank you. 都卖完了，卖完了。今天我又来的 Grove。Ivy 想要我多买一些书回去给雷亚，所以 here I am， 我回到 The Grove 的书店，超大的，好舒服哦，要慢慢逛了。出来就是要帮老婆当代购，这没什么好说的，就是买就对了。现在是晚上八点整，我们刚刚工作完，我们这次来 LA 的工作都做完了，耶、yeah。吃完了，我现在超累的，我等下不就直接睡觉了，我不要录了，拜。今天是倒数第二天，倒数第二天，然后我们工作做完了，那就是休息一下。我今天想要把好莱坞的一些景点去一去，像是那个星光大道啊，什么一些 theater 啊。Hi, Hollywood. Thank you. Taipei. Oh my god, my sister's from Taichung. Oh, cool. Yeah. So, how are you?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let me know.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Selfie. Hollywood, California. This is Taiwan. Taipei. Taijiang. Yes. Thanks. Thank you. We are Xiao Fei. Xiao Fei. 25 yuan. 25 yuan. No, I don't. He just came into my shot. 超糟的，这样居然跟我敢跟我要25。It's a picture. Where are you from? Taiwan. Hi, Taiwan. And、yeah, this is my movie. It's a free. Oh, thank you. That's why I'm glad to be here. Oh, thank you. And that's me, movie. Roger. Cool.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Thank you. Can we sign? Yeah. Remember me. I'll be famous. Okay. Can I just say, Xiao Fei? Yes, small thing. Yes, small Xiao Fei. I don't. No, I don't need it.
please. Sure, I signed already. I'm very professional. This is me, sir. Famous, I'm working hard. This is small too. Don't be small. Be shocking. 这边根本诈骗啊 ！It's all recorded, you know. That's fine. I work for a living. I just want to get my music out there. But I work very hard. You can do 20, it's fine. 一块，我找到一块的。Or you can take it back, you know. 这超烂的，这超烂，那蜘蛛人那自己走过来也超烦，超烂的。诈骗。那个。我刚刚蜘蛛人是给一块，他说对，就给一块啊，不然嘞小费。这边好酷，这边居然有这个 Bill Cosby， 就是性侵很多女性的那位天才老爹。居然这种星星都会留着，不会拿掉。我现在来吃午餐，我要去吃美国南方的炸鸡，辣的那种。Hello， Hi， Pretty good， you？ 这边。这边有两个辣度，然后我们这个是选辣到爆炸，那这是中辣。哦，很酥哎、欸！哦，好辣！哦，好辣！真嘴巴肿起来了，你真嘴巴肿。好辣！哎，真的想吃辣的人一定要记得这间，真的超赞的。好辣！喜欢变成欧阳锋的人，一定要来。我们来 close take。这是你看到第二次的 Savage Truck， 对不对？哇 ，Savage Truck， 很帅。我懂了，是不是看到粉车？靠！哇！我靠！这是篮球哎、欸！好屌哦！边啊，右边，你看到没有？蓝色爱心那个就是了。哦，是吗？啊，对，是右边。Hotel Cecil， 我们之前好像聊过嘛 ，Netflix 有拍他的一个剧，《Black Dahlia》那部电影嘛，也是在说这个 hotel 嘛。对，同一个 hotel。哇，这里有 burrito， 这里也可以。你正旁边呢？哇，哇，真的入口就看起来很微妙哎。哎，他现在private property 不能进去了，好吧，不能进去了。可以觉得松一口气。对，我真的觉得松一口气耶！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我松一口？你感觉有点焦虑，又觉得啊，大家都去，好像不去一下有点可惜这样。有一点啊，可是又觉得我想很多啊。为什么会这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应该就是一个破旧的饭店。那个乐乐说大厅蛮漂亮的。现在凯莉带我们来这边的中央市场。耶、yeah, ，我上次来我觉得还蛮可爱的。有寿司，有菲律宾食物，有中国菜，酷哎！哇，他们这个超巨的，我就要点一个这个，一起吃嘛，要一起吃吗？好可怕！对啊，就一起试吃一个吧。我直接先吃草莓比较快，不过草莓本身是很好吃的。嗯，好爽，嗯，好爽，很爽，其实蛮好吃的。哦，我们把东西收收，今天就要搭飞机回去台湾了。日出来好久，我觉得我可能有点小生病了，又来了，烦死了。你看，我一直没有好好拍我们的这个的外观。好了。凯莉看起来快暴毙了，嗯，快累死了，快累死了。我们最后一天又来吃 Republic， 这也是我们，这也是我的最爱，这是你的最爱吗？是我最爱，但也是压垮我的最爱。今天就是控制一下，你今天身体不行。哎，九面来了 ，Hello， 来来来来来 ，Hello Hello， 终于进来，请坐请坐，来来，互欢互欢互欢啊，这。对啊，我觉得这是蛮酷的。你还好吗？很好，快累死了，快吃死了。来来来来来，我们每天要吃到饱。真假？真的啊，这边东西都很好吃啊。这绝对是奢华早餐吧？就每一个
都好吃。这个哇，这个蛋哇，这个约会来一定是中的吧？对啊，今天没有很想来，我想说单纯是要来见你们一下。我对吃早餐毫无兴趣。我知道。然后直到，然后你说前三名嘛，我想说好，那就来。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住西雅图，就说你订到这一家，你要吃这一家，这家很难订哎。这不用订了，就是排，直接来排队就好。非常热门，我连西雅图的朋友都知道，那好像必须要来吃。那个大家好 ，OK， 我是 Jermaine， 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我知道大家对我的评价就是很跋扈啊、炫富啊、势利眼，但还是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好不好？占领一下，占领一下 Ken， 耶、yeah, ，这会剪进去吗？超扯的，250。Jermaine 放卡。找你来只是为了付钱而已。他们真的加他请啊？1万块。对啊。你真的加他请，我也是开玩笑的。没有，我真的刷，不是你不是在给我现金吗？对。会吧，肯定会跟我主持公道嘛。他八折限动才有吧？我要哭了，八折限动，你现在限动那么便宜哦？要不要下一点？好好吃哦，对不对？这超赞，这超赞。这假的，没讲到这样，那我要吃一点。你说这个叫什么？夏修卡，台湾也有啊，但没有。这样算它算什么料理？它这个应该是中东或者是摩洛哥那边的料理。嗯，超好吃的。给吃，哦，好有味道，热的。你这不要了。Bacon steak， 它那个酸甜感很不错。哦，你感动了。来来，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超好吃的培根，培根，它这培根已经到像空肉一样。对。我这家看起来真的很赞诶，这片马铃薯店。配小颗马铃薯一定很赞。对啊，然后你可以试试看它的小马铃薯。哇哇哇！这完全就是控肉吧？这个肥肉，哇塞！真的蛮好吃，太幸福了吧！我跟你讲，我们是应该都要吃早餐了。不用排队，绝食后的东西都是最好吃的，因为不用在那边讲解啊，硬要挤出一堆词汇在那边描述它。吃完早餐了。好好吃哦，真的是这几天吃到最好吃的东西。拜拜 Republic。我们最后一天还来海边玩，其实大家只是来坐着晒太阳而已吧，应该没有要下去游泳或什么。Muscle Beach。刚跟九面拍了超 gay 的业配，我再记录一下刚发的是 gay 爆。我刚刚现在在录吗？有啊，没关系。我刚两个人在Santa Monica下面踩水啊，牵手啦，拥抱啦，还有泼水。对，我们在玩水，鸳鸯戏水，鸳鸯戏水。然后不要太羡慕。到底是谁会羡慕？到底是谁？不好说啊。可是我觉得我从你身上我还是看得到你纯真的那一面，就是我在你身上会得到很多能量。真的哦，真的，我从我认识你。你们以前百灵果还没有那么红的时候，从我认识你，然后我就觉得说，包括你对器材的坚持啊，影像的坚持啊，然后你会希望说，我们有机会可以 approach 国外的频道啊，对啊，然后甚至大陆的媒体的一些 quality， 然后就觉得啊，就是只在你身上会得，就是说我们大频道卡在上面也不能太傲慢，因为其实下面的人都是很认，就是下面就是后面后追者是很认真的。我刚刚说的就是要不要在这边坐着喝一杯啊，然后再可以啊。啊，我们要回去了，九妹这几天注意安全，谢谢，好好玩啊，就好。拜拜。你先不要，你不张胆了啦，我们年终可能没有他多，可是我们都吃住都蛮好的。不要这样。你看你自己想记得今天早餐吃什么。而且来这里可以嗑药，我们没有在避讳。对。我那天有查那个元宵费，吃到15美，多啦，15美 ，OK 啦，老板呢 ？OK 啦，老板 OK 啦，8个小时。我跟你说，九妹如果不带你去，我给你零用钱，那你回来以后跟我们来聊一下。到底？黑手，我想请问一下，这次出差你觉得有哪边我们可以做更好的？给我们一些建议。突然来一个那么难的问题。我觉得一切都蛮好的，觉得一切都很好啊。是吃太多，要吃少一点吗？吃少一点吗？我觉得刚好，刚好。这次蛮刚，我跟内都觉得我们很开心啊。回去再减，回去要减肥，我们回去办那个减脂大赛。好啊，我们回去一起办减脂大赛。可以吗？我们一起办。OK。好，那 Stephen，
他是评审。对，来你。你觉得这次实际上要增加肌肉量？你觉得这次的出差有哪边我们可以改善的吗？我觉得非常好。建设性的建议。建设性的。对。可以多添一点。多添。我可以再做更泼辣，没关系。多添一点做泼辣好像比较好哎。多添然后做破烂，嗯，所以黑手可以接受做破烂一点吗？一点可以啊，还是就一点？你知道这次做多少？对，所以一点是可以接受的，是已经很顶了。对，这个很顶啊。这次我原本是想说可以去他们的 comedy club， 可是我觉得我的身体不让我，我晚上都整个是被车子碾过的感觉。好啦，我们要回去了。啊、哦，好累哦！我其实超想回家的，我无法理解黑手怎么可以还多待一下下。你对这次的出差有什么建议吗？感想都可以。好累哦，我好累哦。很想要加天数的人在那边。啊，时差好痛苦哦。我们应该要先来一个礼拜，然后专门调时差，什么事都不做，然后再去工作，再去工作，这样比较舒服。超可爱的，还说走到登机门会燃烧23卡，好巧哦，不到6分钟。Anyway， 我们回到台湾了，这次好累，我觉得这种我们两个老人很累，你看他们每个都睡得超好，他们为什么睡那么好是不好说，不过我好累，我要回家休息了，我要回家抱女儿。好啦，那就后天见，我要吐了。好，拜拜。后天见。后天见。